没吃饱啊？每个菜就一口，怎么可能吃得饱？那谁让你没吃完就跑出来了？说到这个我就来气，那个地方看着挺高级的，怎么能对靳总你这么不友好呢？事情可能也不是你想的那样吧。靳总，你这个人就是太好说话了。我好说话吗？对啊，人家一直揪着你的痛处不放哎，要是我早就翻脸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在强颜欢笑？是吧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以后这种不怀好意的试探就由我为你拒绝。这么好的孕妇，我上哪儿去找？必须好好奖励一下。哎呀，咱们去游乐园好好放松一下。游乐园？现在？不是吧？我还赶着回去看剧呢，正演到霸总追妻的关键部分啊。靳总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你说都现在这个点了，游乐园应该也关门了吧？甭跟我客气，老方，去游乐园。等等，你刚才说未必要拥有星空，你不喜欢星星吗？星星，我不是说那种哺乳动物的星星，我是说挂在天上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那种星星。比起山川、森林、大海，你还是更喜欢星星吧？我倒是没什么偏。那你为什么要点赞啊？嗯，就是前阵子你的微博不是一直给那种星空图片点赞吗？哦，那个是老李参加什么摄影大赛需要微博集赞啊。李主任真是的，浪费我的感情。你看我微博？没有啊，那个微博一直会推送给我。你看命运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们绑在一起，所有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不会再发生第二次，但所有发生过两次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第三次哦。哎呀，快下雨了，来走吧。七夕快乐。哎呀，张教授等等我嘛，送我七夕礼物用不着这么害羞。张教授等等我。哇，这躺城真没有白进，是吧？我也这么觉着。这奶茶真好喝，我们清水村可没有啊。话说怎么都没有游客啊，我们是不是已经错过营业时间了？没有啊，这游乐园开得这么晚。走。没想到大晚上的居然还有人跟我一样要被迫营业，太惨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觉得大晚上他们还要上班挺辛苦的。不过呢，你的心情我也能理解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少晚点时间，我们早点回家呢。我的心情你能懂？你也别太难过了。难过？我拿什么过？欢迎来到绝处重生。哇，这个项目我在电视上看到过，好玩呢。就玩这个，走。
不好意思啊，这个项目轮椅不能进。这儿没人啊。没人也不行，也是为您的安全着想。我这就是自食恶果，说谎果然没有好下场。哎，怎么不玩啊？我恐高。我们玩下一个吧。这个好呀。好吗？很好。靳总，坚强一点。我坚强。虽然七夕被放鸽子真的很惨，但是你别太难过了，振作一点。天涯何处无芳草嘛。我没被放鸽子。哎呀，都懂。你这又是看电影、买礼物，还浪漫晚餐，还去游乐园呢。看得出来，你真的很用心的准备了。别气馁，你总会找到属于你的那个他的。嗯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金总，加油！哎，这现实中的霸总也不容易呀。啊，来不及了。买不起会员，只能等零点了。哼！哎呀，嗯，战况如何？在强大的首领面前，两只年轻的雄狮再次败下阵来。你去干嘛？我看这天快要下雨了，找个地方避一避。这会儿还没下呀。那我饿了，去找点吃的总行吧。五仁饼。